度过决赛的最后一天。我其实昨天晚上我想过无数次我该今天怎么样开这个头，但其实我今天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告诉大家，希望XQ的四名小伙子今天能够放开打。这我觉得在今天比赛之前也跟教练聊过了，今天就是放开打，对，放开打回咱们最初的那个状态，这就是留给XQ，这是我们作为今天最大的希望。对，对于他们这些队员，年轻的队员来说，这一次联赛的经历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和教训。但是虽然说这个经验和教训对他们来说代价有些太大了，因为会导致说是我们可能这一届联赛的成绩受到了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对自己的自信心各方面都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就像我昨天说的，他们太年轻，他们真的很年轻，像令跟伞兵都是刚刚出道的职业选手，还没有一年的职业经验呢。那么这些经历和经验对他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东西。任何一个职业选手他都是必然要经历这些挫折和失败的。还没失败呢，教练，今天还有一天。虽然说代价大了一些，但是我觉得也有好的一面，就是早的一些去吸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以后的路还长。是，来听一下选手在说什么。 ALK 还有 SMG 小心一下有先局。那个谁令，你还拿你没收我吗？我很凶，我们爆头收，因为我刚刚他去接人，去贾斯库也去接那个打爆，我是最后点的，你接我那两个爆头收，我拿二头，我两个红发收，我觉得是最后点的，我去拿二头，那两个红发没收掉，我这个吗？最远的吗？就是你进掉这个 ，OK， 我把它摸了，然后我这边。对面也没错，我这就最后一点补了。ISG 跟 A， 我这边有 Scar， 在炮楼二楼。AG Force 死了一个。OK，AG Force 死一个。红点带一下，谢谢。就得了。大连去雨城那边。不是人呀。但是该走还是要走。去了抢五聊一下。有红点带一下，我三木什么都没搜出来，有点穷，配金很多。其他我 Scar 和 AK 你们想要可以跟我说，全在小白楼那边。我不要，我没有红点。我101还行，我帮你带红点。101 3.6烟。我这边 AK 有子弹啊，我拿 AK 吧。198子弹，我这边还要把 M40 啊。M4 吗？对。差不多该动了。厕所里。这速度我们先。放一下吗？我可以给你16。好 ，OK， 我给你带。OK， 加油，308死。差不多该动了。有人去吗？跟我一起去小头。有二，我没有二一头甲。那这边有个二级甲。有二级甲吗？对。我来拿，就拿了。拿二级甲吧，我不拿了。我二级头也有，二级头、二级都有。在哪？先往大石头探。在哪？平房，红平房。OK。我换个车，我是。我走了。我来了。先探大石头，我们有点慢，不知道 SNG 会先去哪。
我又开过去了，还给他堵桥。大石头没看到车，桥头好像报了记录没呢。我先上大石头。我拿着报了记录。等等，我没看到车。十二公里没有吗？我这大石头这边没有。灯塔有车吗？没车，我冲了。我也可以，我可以跟酷酷。你们一起冲，你们一起冲。我跟另一冲。我可以跟酷酷冲。你们一起冲，一起冲。一起冲，一起冲。我这边，我这个角度看没看到车，我开镜头了。OK。没有吧？没看到。桥头有吗？没有。没有。沙包就拿了。我去拿沙包。OK。我没有蹦蹦吗？没有。一台蹦蹦都没有。我有86，我是吉普。啊，86有点难赚。令下来去炮楼，令。等一下，快点，过红点。那我上去灯塔了。我这就卡住了，我服了。要撞一下吗？撞不了，你看能不能帮我开下来。哇，那你把我车带下去。过，你先去炮楼吧。我先去炮楼了。哇，你这车技太秀了吧。等一下，令会跟我先换枪，你先待一会儿，酷。他这车拿不了了，放那儿吧，让别人知道在那有人。小心迷宫那车啊！炮楼还有一把死嘎，但我上不了，我上不了那个呀，房顶。可是有四倍，你几倍？我三倍。十二宫有人哦，十二宫应该是 SNG。有枪口吗？没有，我没有枪口，没有扩容。我把你们车挪一下。你们得多帮我盯一下加油站这些方向。十二宫应该是 SNG。OK， 我先挪车，一会儿帮你看。另来灯塔，不是另来炮楼。我去你旁边按兵。嗯。看着点。这不多了把死干。你看那个迷宫楼有人吗？有。OK。应该是勾 C 啊。桥右边我没看到车，你看大石头那边有车吗？大石头，我看一下，460米看到车。渔村430米，我没拖到车。死了一个谁 ？Edge Force 的，嗯 ，RSG 打了一个 Edge Force 的，我都没偷到车 ，DLK 不知道去哪了，我他妈应该是去右边桥了，不一定，我说 Edge Force， 哦，待圈快合的时候，你们一个出去探桥，然后一个要接我，我去看桥，嗯，圈快合再去看，一个留下接我，因为另一车没了，我去接 HB 吧。你在桥那边等我就行了，出来后我就下来。一直在冲我这一条蛇弓，注意身位啊！蛇弓有人吗？有。OK。你们标下迷宫楼啊！我标吧。我标，我标了。CM 跳上两句，他这个圈会去哪？要么游泳，要么就在那个。开车。但是去。OK， 没偷车，这怎么块石头？
你回来 M4 给你。小房交易吧。乔建，你先去探一下。你给我个四倍双。我把四倍给他，免得他没背景。我去探一下。我有三倍，但是他妈的，我要高倍才到。进，我丢你蹦蹦后面。你要三倍吗？你这哎，这我给你个六倍。没错没错，可以停，可以吧？四倍丢了，四倍丢了。那四倍不要了。哎，我扩了。丢地上了，反正你们爱要不要 ？OK， 你拿个快扩。可以，六倍更舒服了。反正我打三倍的，我打六也是缩三。你可以把四倍捡起来，待会儿。子弹多吗？子弹我三百。给我五十。丢了。可以。走吧。可以再往前一点。看吧。我准备去看桥了。OK。闪妹，你偷了那个叉车后面有车吗？我偷没有。我这边看看大石头，大石头还没看到车，敲一下也没看到车。我开吉普去啊。OK。接过去。哎。小站好像没进车。过，等一下，我看一下。得过。右边有车，有台八六。右边吗？对，有台。那应该就是 OK 的吧？没走，没走，他上山了，上右边山了。他那八六上右边山吗？没有，还有个吉普也上右边山了。那怎么说？先别急，看他去走不走。先堵桥吗？他往右边那个停在右边半坡。这半坡吗？不能过去把他打了吗？我们警方左边转可以吗？他停在这个半坡，黄点。右边没人吗？你瞄眼。哎，这边车走了，这边有车走了，往后走了，顺着马路开了。我跟令钻下去吧，你们俩架着。OK。架好。他右边那台八六还在。你们俩架着。我加刹车。我也加刹车。他说没人露头。有。下去。小心右边坡有个吉普的。刹车两个，刹包一个，刹车后面一个。那你准备打血。行。叉车俩，沙包一个，后面一个。他们封烟了，你先打血。彩民注意他屁股。我们先去渔村吧。我们先去渔村吗？我们先把渔村控了吧。可以，去渔村，渔村最多就一个。有人在右边打我吗？右边就是那边的，那边山。你说一下，姑姑。你先拿渔村。我就是不想去渔村。就早点过去的。渔村有一个，就一个吧。你们走。我们后面要来车。啊？他要停啊？等一下。扎水还是怎么说？不好动。看一下后面什么情况。他走，他后面在瞅我们。走吧，扎水吧，不用想了。封个烟，你封烟。我俩不去，在桥下。走吧。不要着急的，他们会走的。这不是我们的节奏。我们当时我们下去右边反坡，让他们顶刹车。他们不是刹车两个吗？我们那边能打他们。他关键是他这个坡放一个，你知道吧？这个坡放了一个，我俩上都上不去。被桥上打了。多远点。我搂下头，
没人打他吗 ？LK 肯定走了，还是能打到。灯塔还有人。灯塔还有人。对。这也太顶了吧！这多远了？两百多米。有点顶啊，有条活路吧。你往左边十二宫那个边有，我们肯定要到这边来打你的。如果 LK 走了的话，他们还有三个人，你近一点好帮，我想你们。我们要一起死在那儿。看好，浩哥。OK。选在隔壁山等等我们。你我看。我把这边车带全卸了，我天，加油 ！OK， 可以强制圈，直接穿布防，布防布防，别看到车，赶紧去，我去我去，绕绕绕，不要直接停，绕兄弟，绕绕绕绕，再盯着，再盯一会儿，停了停了停了，我跟了，我跟双跟。你和架枪，我过去了。刷的车，这是刷的车，架不住，架不住。没人，没人，我也真来。没人，没人，来来来，我这边绕一圈吧，小心伏地魔。可以。我去右边勾。我漏两枪。这边肯定有伏地魔，因为超哥有毒狼或者什么 LK 都要。他没上，他没上，那我就顶我这个坡了。OK， 标点。有油吗？没有，没有。小心来卡屁股吧，或者李克卡屁股，我来吧。那边有枪声，陈天有枪声。我对面三有人，我对面三有人，我对面三有人。我没油了，我对面这有人。小江五六子弹多吗？小江200，280，可以给我50，我又没了。我还有100，丢了丢了。先把 S case， 他知道我在这了，没事，不会怪高了。先把屁股盯着，我盯蓝点。OK， 你快去看圈里边吧，让小江来看屁股。我来看哪一路？那我去那个坑里去看吧。你们可以分散一点，别都在房子。我下面坑里就小心上次狗那个坑，可以。但那好像要被下边打，你小心点。我小心，我现在不去，我先在这看一眼。你先自己慢慢玩。我只看来路的秃顶山，然后珊珊帮我多看一下那边平坡，我们摸这儿点。海边我帮你看。这车。尖雀标三角房有人。蓝点有人的，再说一遍。我操，这车怎么滑走了？蓝点有人，我再说一遍。我日。OK， 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这边山吗？打圈中的可能是微放。你要测试你们轮胎下去了吗？啊，没轮胎，滑下去了。无所谓。等会，如果圈还在左边，但是往上刷了，我们要去绕那边的话，小心伏地魔，两个 SQF， 两个。下面楼没人。下面楼没人，黄点没人，他们肯定是伏地魔。他们应该已经上来了。有点冷。车胎被卸，无所谓。他们那边没有车吧？有车，有辆鬼火。我不是，我是说拆开服那边的车全没了吧？不知道，不清楚。但是他们贴近点山，他们没时间去拿车的。拆开不是13个了吗？两个，还有两个。OK， 脚下方就有人。是两个吧？一会儿躲着他走。就当他还有两个，我补了一个，然后 LK 补了一个。OK。大大队还有啊？有一辆车是个独狼，可能会来。有一辆车是个独狼，再晃点。没有独狼队啊，现在反正人少。OK， 很赞的，可能就一个
破空顶，停平方后边。不，被抽一枪，我裂了。被哪打的？就蓝点破。被蓝点。OK。战神剑摔倒。哎 ，SDR 有可能刚过桥啊，可能在我们后面啊。可能是他到的，但是他应该会去弱侧。他可能下个，好，我在独立观察。可能下个圈开进来，直接就砸了他。咱们可以走这条路，黄在这条路，直接上山，山上没人。黄那都没人吗？在蓝，他们在蓝点，这没人。有拉开的，有可能有一两个。我看了，我没。如果你说黄那的炮楼没人是吧？不是，我说黄点路半坡没人。防区有几个？防区就一个空顶，就停在这儿。Okay. 三角楼没人。OK。你看这老板找机会，待会肯定有扎的，扎过去等他们打起来，咱们再劝。咱们没必要去防区。听他劝。可以。炮楼也没人。咱们今天怎么这么冷？可以贴着那边打，看黄的那个空顶走不走，以后他走不了，他没胎，咱们可以抬他。他我这边走了，我这边走了。他肯定被三点旁边人是吧？我说蓝点走了。来了 SDR，这没人，黄点没人，我后面来车了。OK， 我把车扫着了，在那个秃顶山。看到了，蓝点来人了。好，SM记了。哎，他人不多，Nice， 他人不多的。OK， 现在黄点没人吗？是不是我刚转了，黄点转了，黄点转了，黄点吗？海边，橘点还是黄点？还是看蓝点，看蓝点。蓝点走了，蓝点走了辆粉车，蓝点走了一辆吊车。贴过去了呀，贴过去走。蓝点有可能是 LK， 有可能是 LK， 还在，蓝点还在。对，别去蓝点，黄点转走了，黄点转走了。黄点去哪？防区，防区空顶走不了，他没胎。小点先看着时间。这车是不是停了？我看一眼。我看蓝点走了一辆轿车啊，你看到人了吗，浩哥？看到人了。防区人很少，就检查防区人非常少。OK， 三点楼都没看到东西，给找到机会。三点房可以贴，来，你小剑和双贴三点房。来，左边来车了，来车了，扎进去了，被右边打了，被蓝点打了，看三点房里头。三点没人，三点房没人，三点房没人往黄点去了，三角房黄点对面那个房区，举点就举点。走，准备绕过去，小杰跟我一起。小杰跟他去，那我直接撞，直接撞。我和李浩架枪，带我直接撞。那你们上面直接撞。你有车，浩哥。没车，我没车，我车没油了。我先去了。去，我架枪，撞黄点啊！换三号位，浩哥，换三号位。OK。这空顶这个人他妈都不漏，小心在里面二楼啊！这空顶这个人没漏，小心在里面二楼扔个东西。听一下，我丢一颗，丢一颗，安全点。空顶没漏，没有，没人。给空顶扔哪一块？我当然去空顶那儿。我丢了烟。57米。炮楼嘞？炮楼嘞？这刚打完架。炮楼没有，你可以直接去炮楼。好像就是 LK 和 AG， 三零来修我们。空顶这个人怎么说？直接去炮楼。没东西，没东西，你直接停。有东西你就在外边别进去就行了。OK， 你们帮我架枪，架空顶这儿。你小心山上啊！架空顶这儿，我直接撞了。我操！有他来架，小心厕所，小心架的，有烟雾，没人，小心厕所，没人，在炮楼那边去了，后面有独立有人，修独立边的，倒了，敌倒了，看不到他，补不到，前面炮楼没东西。前面防区有东西吗？有东西，有刚打完架，好像就是 LK， 看信息，就是 LK。防区在上面的房，脚下房没人，有人，这个房有人，有，这需要下面平房，有 LK 的，下面三角房，找机会 ，LK 死完了呀？没有 ，AG 死完了，他把 LK 灭了 ，LK 被补了，海边什么情况？山上没人，我可以拉个去海边看看。看沉点，你去海边看沉点，零星点啊，猴子，我跟你一起吧，不，别，我就看视野。我找不到 SMG 叠衣，看沉点的信息。他在打我们车吗？刚刚，咱这儿可以贴三打十二秒，看沉点信息，准备去了。没东西，准备去，你们两个去，三个一起去，走，浩哥。可能要被他们反推，小剑，我准备放你下。到点之后赶紧散开，上面可能有人。准备过来，不用架了。快来，坑里没人，好位置，快。
闪开！闪开！赶紧！我上去绕一圈，我上去平斜坡。放我！别放！别放！别绕！太高了！我知道，我斜坡，我斜坡。没东西，注意后面。来车了，头上！闪开！我脸上有车。别慌，要是我扔烟，先封个烟，我打一下。后面打，后面打。我看后面，我看到后面。能下来吗？我们这位置很好，你在坑里。我帮你们架到后面，上头能下来吗？下来再稳，观看一会儿再推他。不着急，就要躲这边卡着。你别吃雷了，你那位置好像吃雷。吃不了。OK， 来人跟我，待会准备。咱们把上面推了。我说了吃雷吧。我你妈也给他扔。这个打他。等刷刷，先看独立吧。左边没人看啊，我帮你看右手。我在看后面， okay. 我在看蓝点，你们打。就刚才那标点有个人啊，你要时刻注意啊，他肯定要给你丢雷了。OK， 你要撤回来，兄弟，真的要撤回来。有雷，小心点，上闪！能这么近的吗？他们好像就在城角，待会准备去给他们扔雷。待会看防区能不能推，还有山上。防区人不多，防区人不多，兄弟，防区人推上。炮楼有一个，有点怂，他们是有点怂。他在疯狂扔雷，准备清人了。一会儿架着右边，拉过去右边。五五六谁多？谁刚动车了？谁刚动车了？双方给我点五五六。没动。这没动。我表点有人，还有一个。我表点蓝点有人，好像有人动车了，好像。OK， 我再还有一个。准备把这个吃了，推山了。OK。看圈。风侧身一样，待会注意。我帮你们看着脚下。OK。要推。要去，可以推，推防区据点，据点好，等他走，我走，他不走，我们回头反卡他，也可以拿，现在不行，先拿山上的分，现在去要不先打，最后走，我们跟着圈贴着走，然后先去封烟，然后回头反卡他，他就在炮楼有一个，我把他们车卸一下 ，OK， 我们动手了，头上，好，等他走，看一眼，可以去看一眼，算了，不看了，走，待会贴城，看能不能扫下来一个，走，再见，别说，下来，走了。他们车胎全被我卸了，这个厕所能修，蓝点厕所能修我们城角，所以到了车站要挡蓝点，知道吗？蓝点和炮楼都要挡，十二秒，准备去，李贺和小静各开一辆车去，是城点吗？对，我挡右手，我挡蓝点，吉普挡，我要从这插过去了，我是蹦子，我带不了人，你们要带走，带我一个吧，去去去，那我吉普挡蓝点，我要从中间右边插过去了，插，跟我走三角方，我从右边挡蓝点，我连烟了。多点封烟，就这。你挡蓝点是我挡蓝点。后面来车，给后边，现在赶紧看屁股，圈里边不用管，往圈里封烟，然后看屁股。能塞开吗？能塞，我再看屁股，能塞开吗？删了，封烟架，把海边封烟封住，塞开。海边有人，两个，330，两个，330，后面，毒片石头，330，两个，很近，要过来，多近？脚下吗？倒一个，远处还近点，近点，330，我被插了烟了，慢一点，还有一个，近点有人，近点来了，我操，这太近了，他海边打开了，他会补一个，先打独立，浩哥，独立倒，浩哥，补两个倒，操，近点，就剩这狗子，就剩这个，两个小心，两个别急，还有海边，还有一个，没有，近点，都是近点，两个都是近点。哎，我没子弹了，我操，哎呀，这把确实来说是给圈形所致，没办法，这个周边人太多了。对，其实我们一直那个确实要比 XQ 更高点啊，第一个了，早点过去的话能空一大片视野，是，但这也是因为我们作为上帝视角嘛，其实他们选择最后还是准备打防区的，结果圈刷了东边了，只好直插进去卡一个圈边。然后近点的话是被1RG好像丢了一颗雷，然后微放过来的。因为他圈边的压力很大嘛，像微放的和 EOG 都是从海边登陆过来的队伍，他能待的点位除了天霸那个点位，只有那个咱们目前才刚才站住那个点位。对，然后所以说我们也想去山上，可山上有一队 JCR， 对，我们对了一会没找到机会。对，哎，咱们刚才是第几？第七吧。第七有一分。第七是有排名分的，是有排名分的。那么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说咱们还是取得了还行的分数，因为刚刚打靶嘛。第一把先不着急，那咱们就先可以休息一下，因为确实来说这个圈型问题我们就有目共睹的，我们是一个左上角的那个队伍。对，但没想到这个圈是刷在一个右下角，那没有办法，确实来说是圈型所致。那么这一把的话
咱们除了 A 机的那个信息点的话，可能收集的有一些遗憾吧，但也不能说遗憾，因为战术打法都是正确的，因为对他们来说的话，他们这个战术打法是很清晰的，只要没出现一些偏漏和疏漏就可以，信息收集的都是很到位的，只能说是运气不好，只能说是这样。哪儿呢？但是三人抱团平地刚拉，最后还是发现了明皇一波扫射。哎，没子弹。是，但是对这边是已经锁定位置，直接带人。有惊无险，整个西侧天霸已经吃下去了。当然，另外侧的话 ，DKG 依旧是在防守 JCR。DKG 这一波如果真的想拿好名，他不能倒人。对的，那因为 JCR 这三人力量还是很重的。对的，那现在的话 ，JCR 跟 DKG 肯定要先打，那反倒是给的天霸一波机会。嗯，天霸看这边往前去绕，因为这个圈线还在收缩，他是往人多的这边去靠了。一瞬间 ，JCR 成了天霸跟 DKG 的一个夹心饼干。哦，但是来到 JCR 脸上，看一下释怀，释怀先是放倒了麦绿素，另外侧的话，王媛媛依旧是在往天霸那边。给压力，继续先投雷，压制对方的一个走位。JCR 总是说自己正面不够强，但是王媛媛一个人可以顶一个队伍啊！这颗手雷又是炸倒了顾居居。这边影子，哎，但是反打掉王媛媛，这边卡可以上了。对的 ，DKG 的话人员编制还可以，目前是三个人，还有机会从整个东面往西侧推。山姐说这边得回来帮一下，因为现在天霸的压力给到，那反而 DKG 这边人是可以拉起来的。对的，王媛媛不拉、啊、被扶掉，被扶掉了。王媛媛如果不拉起的话，正面是没法守住天霸的呀，山治。影子又是残血队反杀，冠军也过来，赶紧输出，想吃掉杰斯。最后一个释怀，从侧身拉枪，依旧是没有打得过天霸的正面铁蹄。好，正面是一个三打三，现在 DKG 知道杰斯这边打完了。对，三打三，但是血量上面天霸有点着急，毕竟刚接完 JCR 那波正面团战。嗯，但是天霸是在 DKG 的一个侧身 ，DKG 这个位置还是天然的好一点，因为他一个小背坡。对，但是天霸现在的状态是来了。我觉得可以先缓一下，先缓一下，毕竟那个信号圈没有马上逼近。对对对，两边其实不太感觉到，如果哪边有个大劣势的话。比如说被手雷炸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对方会直接去上。但是我们通过右上方的小地图可以发现啊 ，DKG 的枪线整体是拉的比较开的，而天霸的话，三人虽然是高点，但是站得太急了。是是是，所以说你看现在他们两边都是有前置，都是个二幺分踩，就看哪边会率先被吃掉。昨天比赛中，莫星发挥的非常精彩，这边的话也是把最大压力给到了莫星，但是顾居居又是反身打掉了。他正面是个一打二，很难受。狂哥在侧面想输出来影子这边，如果能打掉 DKG 这边还有机会。影子只要趴着，不要去开枪。从侧身骚扰 DK 就可以了。是天霸这边选择二踩一，先把你的侧身踩掉，再往前做一个正面的突进。可是现在这边如果还有雷就好了。正面莫星倒了，确实给 DKG 造成了非常不好的现象。他就是在牵制你，不让去救人。对，这样的话，等一下我人数就是优势的。当然还有个优势就是 DKG 现在是比较慢吃到红圈伤害。整体的话，天霸是在外围，正面狂贺拉过来，漂亮侧身，又是带走了影子，二打二。现在天霸的背身是难受了呀，对的，选择拉近点，先去吃单个的狂哥哥。并狂哥哥侧面压过来，莫星的话是正面吸引仇恨，但是顾居居跟冠军都是个残血，两边是残血，这个消息应该报给自己的队友。这两颗手雷是有机会吗？第一颗先往顾居的头顶丢过去，现在很吃狂哥哥侧身的压力，这边看能不能看到，但是这个手雷是放倒了对方，正面现在是一打一，一打一啊 ，DKG 能不能够吃下决赛的第一盘蛋糕？一波婚宴的盲扫还在找人先补人。不慌不忙，千万不要着急，因为血量有、哎、对血量优势，血量优势。这边还在探，探露头，发现位置，冠军后手开枪，但是没有第一时间发现病狂哥哥，又是一个提前量残血。两边最后一个一打一的 battle， 恭喜 DKG。